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一个陕西风味这个小吃这个东西的话，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文化性很强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陕西风味它的来源不是个人的创作啊，它是经过上千年的这个时间沉积下来的这些东西啊，它的每一样东西实际上都是民间来的，在当地这些东西都不是不是什么珍稀的东西，它都家家户户都会做，大街小巷都会有。但是的话，因为它是经过一个长时间沉淀，所以它每样东西都非常的精湛，它的技术上的东西和它的这个它的口味上的东西啊，它都很，虽然是家常便饭，但是它有它自己一套的做法，所以说是很受人欢迎。特别要介绍的就是说是我们用这个一种东西材料，就是用芹菜经过发酵之后的一种汤，叫姜水。这个姜水的话，在陕西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为什么叫很特别的东西呢？每年六月份是关中地区收麦子的季节，天气非常热，最热它可以到40摄氏40度，天气越热它的麦子收得越好。但是的话，要收割这个小麦的话，作为陕西农民的话是非常的辛苦。他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家家户户都用这个芹菜发酵一缸子这个酸水，这叫姜水。用这个姜水就喝这个姜水解暑，你知道吧？他喝了这个姜水，他就不中暑了。我们做这个姜，用这个姜水的话，就是做这个叫外婆跳水鱼。所以说是这个鱼在一起跟辣椒在一块以后呢，做出来的非常的特别啊，就是我们做这个外婆跳水鱼这个菜，就是结合了这个陕西的这个姜水啊，你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尝一下这个东西，就是姜水这个东西。这个凉皮，在陕西这个凉皮啊，它是家家户户都做，但是它还不同，因为陕西这个地域也很广啊，有陕南，我刚刚说了，有陕南，有关中，有陕北。它出产不一样，你像陕南它主要是以大米为主，关中以小麦为主，所以在陕南这个凉皮是玉，就是大米做的，这就是米凉皮。在关中呢，它是用面做的，它叫面凉皮。关中呢又分为这个回民也有，汉民也有。回民呢，它的做凉皮跟汉民又不一样，汉民做叫酿皮，回民做叫凉皮。这个里边的区别主要在哪里？我们这个店做的是酿皮，这个区别就主要在于这个酿，所谓的酿皮就是说，他把这个面呢先和成这个面团，经过一个时间的发酵，使这个面团里面的这个面粉和这个淀粉和这个蛋白质，形成一个分离，然后把它用水呢把它洗出来，洗出来以后呢，洗出来的水呢就变成了淀粉，面里面的淀粉，剩下的东西叫做面里的蛋白质。然后这个淀粉呢，把它一经过清理以后呢，蒸出来那个东西叫酿皮，剩下的这个蛋白质呢，一蒸出来叫做面筋，啊，这就是我们陕西，就是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酿皮，啊，因为它要经过一个这么个过程，所以它吃起来的话很柔软，很筋道，啊，这个口感很好，吃起来很好吃。调味上来讲的话啊，主要是这个调味上这个非常的关键，就是它要加入新鲜蒜，辣椒呢一定要用10多种这个药材的这个香料和辣椒粉一起熬制出来那个油啊，普通这个不行，调不出这个味儿。还有这个醋，它这个醋一定要经过这个腐制，一般的醋不可以啊，这个醋的话一定要用这个在陕西的话，比较最好的就是柿子做的醋，红柿子已经发酵之后，这个醋非常好。